太子呢？四大哥呢？三万两，六万两。23万两，20万两，好，接下来了，30万两，6万两。丁仍，儿臣在。你是太子，你说该怎么办？儿臣以为应该马上救灾，马上修河堤。怎么救灾？怎么修河堤？皇阿玛英明锐断，自有主张。朕是有主张。朕现在问的是你有什么主张。皇阿玛，儿臣有话要说。说吧。一条黄河千古泛滥，历朝历代哪一年百姓不受黄涣之苦？可自皇阿玛当国以来，殚精竭虑，倾力治河，百姓不受黄涣之苦达30年之久。汴梁古册，古来治理黄河者，不但未有如皇阿玛之功，亦未有皇阿玛之成。此次黄涣忽发，不在人世，纯属天灾。皇阿玛怀忧民之心则可，抱自救之意则不必。八哥，你不要忘了，康熙43年，黄河也发了一次大水。这正是我要说的。康熙43年黄河发水，各地督府为了从国库掏银子，将灾情无限夸大，其结果是所报灾情的府县人数与实际情况大不相符。因此儿臣敢断言，此次灾情所报也不像奏折上那样巨大。八哥说的对。儿臣以为当务之急无非是前2项。第一，应该立刻降旨灾区临近省份，命他们即刻调粮运往灾区。第二，立刻降旨户部从国库拨出银两抢修河工。儿臣胤禛有话陈奏。儿臣叩见皇阿玛。胤禛，你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到？回皇阿玛，儿臣到户部清理国库存银和灾区临近数省的存粮实数去了。皇阿玛，户部是八哥奉旨该管，四哥这是越俎代庖。胤禛，十阿哥的话你听到了？你怎么说？户部是八弟该管，但是皇阿玛曾对儿臣说过，叫儿臣平时多多留心国事，军政民务凡有重要建议，要随时向皇阿玛和太子奏陈。好，那就把你清查的数字说来听听。刚才胤祀陈奏，应立即降旨向灾区临近数省调粮和户部拨款，儿臣都已听到。可据儿臣所查，临近省份已无粮可调，户部也几乎无款可拨。嗯，现在户部能拨出的库银已不足50万两，又要赈灾，又要修堤，杯水车薪，至少缺银200万两以上。这是清单，请皇阿玛预览。玄烨把国事交给太子，还有你们这些阿哥们协同办理，现在弄成这个样子，我们还谁也不知道。
胤禛，你怎么说？还有胤祀，你是监管户部的阿哥，亏空如此，你还在什么当务之急，什么不还抢丘？儿臣有亏职守，请皇阿玛治罪。胤禛，你说。儿臣愚见，立刻拨出库银40万两，在直隶一带向富户买粮，急运灾区，以解燃眉之急。其余不足之数，立派钦差前往江南筹款购粮，赈济灾民过冬，抢修已坏的河堤。灾患如此，皆因人事不修。人事不修，上天才降下灾祸。松石玉锅铜体，这水今天淹的是百姓。如果我们不能好好感知天意，这水明天淹的就会是这座紫禁城。康熙46年，黄河暴涨，河南山东多处河堤决口，淹没田土房屋无数。河南急报，600里加急，启奏皇上。二哥，怎么了？还能怎么着？当了30年的太子，见了皇上，嘿，就跟耗子见了猫似的。老八他们几个还时不时的给我下药。还有人呢，背着我向皇阿玛请功。我这个太子啊，当的是太窝囊。二哥，我到户部清查账底儿，本为了给您提个醒儿。没想到遇到那当口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嘛。我可不是为了邀功啊。老四啊，我又没说你，你何必多这个心眼啊？啊，你到我这儿来，是不是想让我跟皇阿玛说，派你到江南，筹款赈灾的差事？二哥，您说，这差事我去还是不去啊？没把握就甭去，200万银子你向谁要啊？就算筹到了，还不得得罪一大帮人呢。老四啊，怎么说啊，你也是我的人呢，差事要办砸了，我怎么保你啊？太子，千里泽国，百万灾民，直接关系到咱大清的江山社稷呀。身为皇子，臣弟愿为皇阿玛分忧，为太子分劳，好吧，苟利社稷。我跟皇阿玛说去啊。师兄了啊，成，来来来，抬棺材去吧。你们几个都跟上啊！这大爷们，行行好吧，我得卖了我自己，埋了我哥呀！
谢谢大爷了，谢谢大爷了，谢谢大爷。大爷，行行好。哎，给你。谢谢了，谢谢了。您要是生儿子，个个点状元；您要是生女儿，个个封诰命。这小子张嘴就来，出这么多红顶子，凤冠霞帔，谁来养？我养。我都养你呀、啊，你有条裤子穿就不错了。行行好，行行好吧，大爷，行行好，给点钱，给点钱吧。啊，大爷，谢谢了，谢谢了，谢谢了。哎呦，哎呦，真烫着我了！谁他妈不长眼，拿小爷当炮呢？坎儿露馅了，快跑，快跑啊！骗钱的，蒙人来了，抓住蒙人的，骗的，抓住他，别人都跑了。奴才年羹尧，叩见四爷、十三爷。起来吧。这，你怎么知道我们爷们儿会从这条路上过来呀？奴才跟着四爷这么多年了，能不知道主子的心思吗？我料定啊，主子肯定是从黄泛区这条道来，微服简从，所以奴才也没穿官服，带着两个人在这里候了您两天了。古人说，衣不如亲，人不如故啊。这故说的就是自己人。怎么样，梁公啊，在杭州将军手下，参将干的还顺心吧？奴才无论在哪儿，都不如跟着主子知心贴肺呀。好你个奴才啊，你跟猴一样，真会顺杆爬呀。是不是想跟我们回京城啊？诚所愿也，不敢请耳。好吧。这一项你先跟着我和十三爷办理赈灾筹款的事，事成之后咱们再做商量。这、啊、上马吧，走。竟敢逼良为娼，快把这群女孩放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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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得好，打得好。你他妈的，我这，你知道这些女孩是谁买的吗？谁买的？你说。这是扬州府知府车明车大人买的，送给江南盐道任伯安任大人的家计。你他妈的，你有本事你却把他们给发了。你呀，我你刚才说这些女孩是车明买了送给任伯安的侠妓，
怎么，你不相信？嘿，有种的随我到扬州府衙门，哎，走一趟。不错，我正要去扬州府衙门。卡儿，那个就是给咱们银子的人。是啊，看来不是坏人。走，咱们走，豁出去了，求求他。求求你了，大爷，大爷，大爷，你放了我妹子吧。你要生个儿子，他生个儿子，个个点状元；生个女儿，个个封诰命，是吗？一同绑了，这都给我带走。大爷，好。八哥，江南那边来消息了。狗屋的，咱们的人苦等了好几天，老四他们根本就没到。哼，刚收到江南密信，那伙子人啊，一进江苏地面他就失踪了。哎，玩了个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没准啊，是直奔九哥的大本营扬州了。看来他老四是盯上咱们的小金库了。再不给任伯安打个招呼，那损失可就太大了。八哥，扬州大部的富户盐商通通在任伯安的掌握之下，而他任伯安听谁的？不就听你和九哥的吗？只要您能有句话给他去个劲儿，让他死扛，看老四老十三他们能怎么样。嗨，损失点银子倒是小事儿，八哥，眼看着老四老十三一方面围着太子转，一方面办事又屡屡得手，哎，那皇阿玛心里会怎么想啊？难道咱们这一伙儿全成了酒囊饭袋了？哼，那以你的意思，狗的有什么意思？不管怎么说，绝不能便宜了老十三这小子。这上百万的灾民过冬怎么办？哎，我说八哥，八哥，收起你菩萨心肠吧，总该为了灾民就让那些混账骑在咱们头上拉屎吧。对，九哥，我给您笔墨伺候，您给任伯安去封信。九弟十弟啊，天太热了，吃点冰镇西瓜啊。来，这信呢是可以写的，不过要派绝对的亲信亲自快速送达，道上可不得出半点差错。天了，怎么还不来呀？大人，大人，什么事儿啊？这么慌张的？钦差大臣已经到了，正在大堂等着各位大人呢。啊，我说什么来着？说来了就来了，不是？哎，快快快快快！哎，备轿，备轿，备轿！快快快！都起来吧！谢钦差大人。你就是江南巡盐道任伯安？回死贝勒爷，下官就是任伯安。我看着你有点面熟啊。四贝勒爷明达，下官曾在吏部衙门供职。如此说来，你也是九十朝廷俸禄的人了。此次本贝勒和十三贝子奉皇上圣命到扬州筹款购粮赈济灾民，还要仰仗你和诸位上体圣心，下解民困，多多协助啊。愿为四贝勒爷和十三辈子效劳。这话我不爱听。什么为我们效劳？你们做的是朝廷的官，心里只能有朝廷，
而不应攀援司门暗存党建。但凡时时处处以朝廷大局为念，就能存心公正，处事清明，这官就能做好，顶戴就戴得安稳。我说的可对？四贝勒训诲乃治公治政之理，谁敢说不对？敢不敢说是一回事，愿不愿做又是另一回事。可是我有言在先，对那些口是心非、阳奉阴违之人，本贝勒可先斩后奏。成明，下官在。你之下的扬州知县田文静为什么没来啊？田文静因处事操切、治县无方，已被停职逮参了。可是据我所知，田文静在任三年，赋税钱粮年年到府第一，处置诉讼刑狱也还算公正干练。你怎么给了他一个治县无方的考语啊？回四贝勒，田文静在任三年，虽也不无功绩，可处事偏颇，怨声飞扬。哦，我倒想听听是些什么怨声啊。民间传言田文静判官司不问有理无理，只问有钱无钱。如此说来，他是个贪官？倒也不是。哼，我替你说了吧，田文静判官司是有钱的输给没钱的，钱多的输给钱少的，是吗？有此一说。说明田文静是不是有什么和你过不去的地方？贝勒爷，下官如何不才，也不至于挟私报复。再说下官为官谨慎，也不怕他和我过不去。贝勒爷若是不信，扬州地方的同僚都在这里，贝勒爷什么可以问问他们。车大人为官清正，下官等都是有目共睹。为官清正，与民无犯，看来本贝勒还真得保举保举你呀！啊，带上来，走，跪下！小的该死，小的瞎了狗眼，不知道是钦差大人驾到，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啊！车大人在，这些女孩，你还准备送给任大人吗？不不不，下官立刻送他们回家。任大人在，这些可都是送给你的。车大人干的这件事，下官并不知情。请四贝勒明察，此事任大人却不知情。不知情？在下整日忙着赈灾安置难民，我哪里有心过问这些事情，都是他们诚心添乱，却与下官无关，当然听凭贝勒爷发落。车大人在，下官在。你既然如此慷慨，我倒想借你一样东西，不知可肯相赠？肯，肯。只要是下官有的，贝勒爷但请开口。我想借你的顶戴袍服。这，大人。怎么？你不肯？贝勒爷，这顶戴袍服乃是朝廷赐给下官的，岂能言借呀？田文静的顶戴袍服不是也让你借给人家穿了吗？这你的就借给田文静穿穿又有何妨啊？贝勒爷，贝勒爷，你倒是借还是不借？要杀要剐是朝廷和皇上给你们的权利，你们做事如此鲁莽，恕下官无法奉陪，告辞了。主子，您看，就在前面。为了找到这位吴先生，我费了好大的劲儿啊。主子，请吧。请。来。哎呦，
一下烫死我呀！哎呀，别动，郎中说了，您的腿呀、啊，是因为在大牢里待的时间太久了，受了湿气，才闹成这样的。必须烫一点，才见药性。来，哦，他就是秋月。嗯，几年不见，倒也出了成大姑娘了。哎，你怎么想到让自己的妹子去服侍吴先生啊？回主子的话，既然是给少主子请的老师，自然也就是奴才们的半个主子，我让秋月伺候他也是应当的。不过，这个人的脾气太过古怪，虽说有些才名，但若性情不好，只怕……主子打算什么时候见他？在这儿我就不见了，你安排一下，尽快把吴先生送到北京我府上，等办完差之后，我在北京见他。梁公啊，让秋月一路上好好服侍吴先生。这二弟啊，大哥，怎么样？上交九爷的钱都准备好了吗？都准备好了，请大哥放心。人捐200两，都准备好了。大家要记住，咱们后头有朝廷，有九爷，还有八爷，其他的人是这个。田文静，本钦差重新启用你，你还敢不敢开罪同僚失身？为百姓说话办事啊！苟利设计，不过粉身碎骨而已，何惧之有？田文静，这是车明的官服，我让你穿上，委任你署理扬州知府，兼钦差行辕、筹款购粮处会办，全权办理筹款购粮。是。解粥啊，来粥啊！梁大爷，快，梁大爷，快把他抬起来，抬下去，抬下去！哎，小兔儿，给我们弄点热水来，快点啊！哎，卡啊，咱们三个可遇上好人了，以后就是死也得报主子的恩呢。我知道。哎，那位爷给你起的名字还这么好吗？啊，李卫，哎，你这也不错，叫高福，有意思，高福，这，哎，快点，小翠儿，小翠儿，小翠儿，快点啊！来了，慢腾腾的，快快！我只知道你们两个，一个叫缠死鬼，一个叫鬼难缠，你们呀，爱理不理。主子回来了，不理啊，俺走，不伺候。李卫告诉我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我叫你们呢，叫你们俩呢。快快快，衣服衣服衣服，来，快点，一起来。哎，来了。
哎呀呀呀，叫我也去拿啊。哎，还有我呢。是是，我快快快去吧。快点，哎，来了来了。李大人，赈济灾民的情况怎么样了？车明大人说过，这些灾民都是从河南、山东来的，不属我们扬州地面管着。嗯，如果我们这儿的舟失多了，附近州县的灾民都涌了来，我们受不了啊。那就眼睁睁地看着灾民饿死。这是粥吗？从明天起立刻增设五个粥厂。我这，你听仔细了。一日两顿，粥要插筷子不倒，毛巾裹着不慎，粮饭团子要手拿着能吃，再饿死一个，我唯你是问。这，你们都立即给我回本县，十天以内筹粮一千担，押交府库大仓。你们都知道，我田某头上这个顶戴是借来的，你们有谁愿意拼着自己的顶戴不要？我田某奉陪到底。十三爷。啊，四爷，参见四爷、十三爷。奴才在城外跑了一圈，新增的粥厂子，有五个，一早就冒烟起火了。吃了粥的灾民们都说二位主子是救命的菩萨。啊，看不出，这个田文静还真有两下子。哎，李贝，把这点点心拿下去吃了吧，爷赏你的。哎，以后把爪子洗干净点儿，啊？去吧，下去吧。这，哎，我说，李卫，下回禀报，别老大的嗓门跟叫街似的，得分场合。这，这，下去吧。四哥，你觉得咱们这么做行吗？这扬州府增设粥厂，每日两瓢的事传开去，那四下州府的灾民还不都往这儿拥啊？那可怎么办？老十三，你瞧好了，你四哥要的就是这步棋。大人，田大人，钦差大臣司贝勒爷给您的密信。你的差事办得不错，钱商们的钱并不易讨，我知道你的难处。你一个人讨不到钱，不妨多叫些人去讨，多叫些人去讨。好，来人。大家快点啊！来来来，哎，慢点，小心点啊！好，好，哎，这边，注意了啊！别叫了啊！哎，好，来，这儿，就这儿啊！来，这儿啊！快，好了，马上，小心点，慢点，哎。哎，二位天爷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啊，你们家老爷乐善好施。这是扬州府的田大人特命奖赏的。哎，告诉你啊，这是我们家老爷封赏你们的，没有扬州知府的许可，不准放下来啊！哎，听见了？哎，走了，下一处啊，秀才坊街七号，好嘞，方春光老爷家，好，快点。门，但是只准将挂有乐善好施、有求必应的灯笼下去，饿死的小东西，清楚吗？这，哎，这儿有灯笼，这儿有灯笼啊！快看，老乡们，这儿还有，哎，这儿还有，这儿还有。回主子，今天早晨城门刚一打开，一群灾民就涌进城来，势不可挡。奴才担心，怕闹出什么事儿来吧。哼，不碍事的，两公。四哥，我觉得这事儿不得不防吧。两公啊，从你们营里多调些官兵来加强巡逻，啊，
记住啊，只要是不抢劫、不杀人、不放火，由他们去。梁光，你再给我派些兵，把住通往扬州的各个关口。要是透露了风声，我拿你试问。这，走，咱们去找田文静去。这儿。老四他们在扬州煽动灾民进城了，听任伯安说他们的家迟早会被抢了。哎，咱们该怎么办啊？哎，你倒说句话呀。九弟啊九弟啊，你是事情关己便方寸大乱呢、啊、你想想，灾民把盐商的钱都给抢了，四哥拿什么修河堤呀、啊、又拿什么去赈灾呀、啊、再说了，两个金差坐镇扬州，居然发生了灾民暴乱，四哥他们的差事不全办砸了吗？哎呀，对呀，还是八哥见识明白。嗯，我这就给任伯安回信，叫他们按兵不动，气死他。好一招按兵不动，看样子老九老八他们是想把咱们哥俩撂在这儿回不了北京啊。哼，难怪平时八哥九哥出手那么阔绰，原来这些江南的盐商们每年要向他们缴这么多银子。四哥，他想按兵不动，咱们就让他来个自投罗网。哼，有了这封信，我就不信他任伯安敢不就范。嗯，卑职任伯安率属下严民拜见钦差大人。哼，任大人，咱们总算又见面了，不容易啊。今天我请客。都站着干什么？坐吧坐吧啊，坐，请，请吧。钦差大人赏宴，是给我等天大的面子啊！来，都坐，都坐啊！啊，坐。哎，来来来，快
诸位，今天请你们来，是要答谢你们，多谢你们呐！啊，急灾民之所急，忧朝廷之所忧。每个人都捐了银子，我和十三爷是既高兴又犯愁啊。高兴的是，总算是有人肯捐银子了。犯愁的是，你们捐的这点银子，就说每个灾民吃一碗粥都不够，我还得答谢你们。诸位，今天请你们来，是要答谢你们，多谢你们呐！啊，急灾民之所急，忧朝廷之所忧。每个人都捐了银子，我和十三爷是既高兴又犯愁啊。高兴的是，总算是有人肯捐银子了。犯愁的是，你们捐的这点银子，每个灾民十碗粥都不够，我还得答谢你们。没法子，只好把你们捐的银子摆了酒宴来请你们。喝了这顿酒，我和十三爷就不欠你们什么了。十三弟，我不胜酒力，你带我多劝几杯。好啊。诸位，今天我就带我四哥醒酒了。我是个带兵打仗的阿，是军营里滚大的，我喜欢军令行事，今天我的酒令就是军令。任大人，嗯，那就从你开始吧。来，请。好，来来来，请。哎，谢十三爷，谢十三爷，谢谢十三爷。来来来，十三爷，上回九爷府来信了，说您呐喜欢好兵刃，叫小的给您物色物色。小的特地托人啊，从江西号上断了两口宝剑进上去，不知爷赏受了没有？啊，哦，原来那两口宝剑是你孝敬爷的啊！是是啊，那看来你也是九爷的门人啊！对对，哦，哎，我说任大人在。你们二位是怎么个话说？回十三爷，他是下官的弟弟。啊，我说呢。十三爷，我已经把人带来了。啊，把那个王八蛋给我带进来。这，带进来。走。卑职池州知府李干叩见四爷十三爷。你好难请啊，啊，头一次钦差行员给你发了传票，叫你召集商号们纳税捐款，你竟敢给顶了回来啊。知府是个什么鸟官啊？啊，永定河里的王八都比你这一次人少得多了。你为什么敢抗命？是吃了什么药，还是有人在背后给你撑腰了？
大人，奴才哪敢抗钦差的命啊！恰日行辕来人，带来了奴才的本主大千岁爷的信，说是大福晋的嫡亲侄子要去福州，叫奴才备办东西，等着侄少爷。奴才想，大千岁是四爷和十三爷的大哥，奴才给他老人家办差，四爷和十三爷准会宽容，因此公事上就缓了缓。小的本想这茬子事儿过去。是是是，大人是大人。三张纸，糊个驴头，你好大的面子！哼，开口闭口大千岁，我大哥要是知道你这样的没有王法，早就扒了你的皮了。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太子爷、大爷、三爷，我，还有八爷、九爷、十爷、十三爷、十四爷。我们是当今皇子，一父同体，一朝为臣，我们是休戚与共。办事甭打商量都知道，处处以朝廷大局为重，从不敢因着私事坏了朝廷的章法。黄河发大水，皇上急，朝廷急，我们皇子们哪个不急啊？一路上来，你们也都看到了，那么多灾民天天在挨饿，天天在死人。你身为朝廷命官，视若无睹，居然连本钦差发的传票你也可以不理不睬啊？我们池州府那么多府上，高楼广厦，锦衣玉食，杨小妾，喝花酒，赏妓女，眼瞅着那么多小民百姓饿死，眉眼眨都不眨一下，嗯，上百万灾民等着捐款银子救命，你左一个大千岁，右一个本主，你是要把耽误朝廷捐款赈灾的过错都推到大阿哥身上，是不是？你是想害了大千岁，还是想挑拨我们皇兄弟的关系？四爷，住口！不敢不。四爷也是你叫的，陈光惠。是是是是是，回钦差四贝勒，奴才糊涂，奴才下次不敢了，奴才再也不敢了。四爷已经敢了，年羹尧，奴才在。他既然自称是大阿哥的奴才，那我今天就带大阿哥按家法治他，剥了他的官服，捆到外面去，先抽三十鞭子。四爷，哎呀，四爷，十三爷，把他带走。奴才知错，奴才再也不敢了。奴才知错了，饶了奴才吧。四爷，十三爷，饶了奴才。晚安。卑职在。你是九爷的门人，你说说看，像大阿哥门下这种奴才，该不该惩治啊？当然应该惩治。你是个识大体的人呐，嗯，自然不会在下面干出连累本主的事，是吗？是。刚才我说了，黄河发大水，九爷也是心急如焚呐，嗯。哎，他最近没给你来信，让你想法捐点银子？回四爷，捐款是卑职应该做的事。就是九爷不来信，卑职也应该捐的。这不，我已经向田大人捐了一年的俸禄银子。我知道，知道。我不是问你捐没捐，我是问你，九爷和你通没通信？回四爷，奴才和本主当然有书信往来。最近呢？最近没有。伯安，这次我来，我九哥托我捎封信给你，他跟我说让你还有那些盐商老爷们多捐点款。你看清楚了吗？哦，我看清楚了。好，捐款吗？哦，我捐。来人，在。把认捐簿子拿来。这。任大人。好，认捐二十万两。
20万两。你不听九爷的话？那好，那我就把这封信带回京去，交给皇上，也让皇上知道九爷的一片苦心。你看。哦，我捐。不过，好，只要你捐，和你在座的盐商们都捐，那么这封信我自然会还给你。哎，你看，任大人，请。20万两！我要三的，站住！你参的什么？我要参的煽动灾民闹事，逼迫盐商捐款，他不是人。算了吧。灾民闹了什么事儿？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？盐商捐款那是白纸黑字，都是他们自己愿意捐的吗？那，哼，他凭什么罢了车明的官，不经上报朝廷，就擅自任免地方官员？就凭这条，我们也能参考。对，我们就凭这条参他。参不参的都不着急。何处有消息说，皇阿玛已经下了旨，宣他们回京了。皇阿玛也知道了。诸位都辛苦了。这次本贝勒和十三贝子奉皇上圣命到扬州筹款办阵，多亏诸位鼎力相助，在此向诸位道谢了。尤其是任伯安任大人，济灾民之所急，忧朝廷之所忧，慷慨解囊，率先捐款，实属难能可贵啊。哼，贝勒爷过奖。还有田文静田大人，做事勤勉，任劳任怨，人才难得呀。不过，车明车大人来了吗？车明已到，传他上来。小民车明叩见四贝勒、十三贝子。来吧。这官员的任免全在朝廷。田大人，你的这身顶戴袍服当初说好了，我是借车大人的。现在你的差事办完了，这顶戴袍服我还得还给车大人呢。田大人，您早。哟，田大人，早。田大人，您早。田大人，田大人，田大人慢走。钦差大臣有旨，让您和年羹尧参将一起护送粮草呢。这不可能，我是阁员，不配。大人，您瞧，年大人拿着牌子等您上路呢，您看。阁员田文静谢四贝勒爷不弃之恩。
四辈的说，像你这样的好官岂有不用之理。田大人请起，即刻随我将粮米运往灾区，事完之后随四辈的进京觐见皇上。打不得，这可是郭妃主子的宝贝儿，快给我，快给我！哎呦，你看看，也没瞧好，就跑园子里来了。去，去，把他抱过去，给薰儿的郭妃主子送回去。这。张大人，您这么早就来了？皇上刚召见完大不列颠国和朝鲜国使臣，这会儿正更衣呢。您请。四爷一个奏折就参掉了30多名府道官员，这是不是也太急躁了？这差事啊，交给八阿哥他们干，准不会这么干。哎，不过怎么说呢，也难得四爷和十三爷这片心呢。哎，那些个官员，一手从国库里掏银子，一手呢向百姓敲鼓吸髓的，这个对，你说啊，佟中堂说的对呀、啊，现在当考官收孝廉的钱，当军官吃空额捞军饷，哎，收绢赋，火耗加到2两，哎。这大清的江山，也真得四爷这样的人，痛加整顿不可。嗯，昨儿个我听说呀，四爷所到之处都有歌谣了。官员们说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四爷啊叫回话。老百姓说呢，天不惊地不惊，就怕四爷调回京。皇上，皇上，这口风截然不同。李德全，在，给各位大人拿椅子，上茶。这应真他们江南一行搞得挺热闹。你们刚才说的，朕也听到了，是各有各的说法。啊？哎，朕这还真有一份奏折。说这个胤禛他们在扬州纵容灾民闹事，逼着那些有钱人呢、啊、捐款。今儿请你们上书房的人来议议，想听听你们的说法。哎，胤禛，你先说说看，对这份奏折你怎么看法？儿臣以为，四弟的才具是有的。办事也肯尽心尽力，这次筹到了款，也够到了粮，也算是借了朝廷的一次燃眉之急，功不可没。但是，说下去。是，皇阿玛经常开导儿臣们，要以德为本，以人导行，激烈欺诈的手段并非立身之本，治国之道。要说在这方面，四弟是欠缺了点儿。那个天津桂顺斋啊，
进上来的萨其马用的是真狗奶子加蜂蜜啊，和御膳坊做的不一样。李德全在，给大人们各上一份尝尝啊。这老四老十三家里都怎么样了？他们奔波在外，你这当兄长的该多关心着点才是啊。是是。四哥，这大概就是皇阿玛第三次南巡时临近过的江夏镇。嗯嗯，当年皇上曾在这儿住过一夜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皇阿玛还亲笔提过匾额，是亲封的德化之地。看来今天晚上我们只能在这儿过夜了。你们都记住了，谁也不许暴露身份，更不得招惹是非，明白吗？听着。走。站住！什么人？我们是北上的客商，到镇上投诉的。投诉？没长眼睛吗？就是。这儿是你投诉的地方吗？啊！回去，回去。只住一宿，房钱照付，怎么不行啊？不行，谁来了也不行。找客店去吧！啊，去。走吧，走吧。只能从这江夏镇穿过去。少啰嗦。还有那些个严大爷手里弄走了200万两银子，哎，那其中100万是孝敬九爷的。哦，哎，你说就光送这几个女的上去能将功赎罪吗？来客人了。哦，谁呀？是我五哥呀。哦，是五哥呀。什么事儿啊？马老板，您看这几位客人本来想在庄上住一宿，可是进不去啊，他们在您这儿将就一下。马老板，由我张五哥担待，您就让他们住一夜吧。啊，这胡教头说了，这几天任二爷来了，还带着一群苏州姑娘，这来来往往的，外人一律不许进庄啊。哎呀，这胡教头的话也不是圣旨吗？再说这么晚了，他们也不是坏人呢，就让他们将就一下吧。啊，来来来来，进来进来进来，请请，来里边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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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老哥，您请。哎，后院马老板的客栈呢，就是有点简陋，二位客官呢，你们就将就着住一宿吧。啊，哎呀，这位大哥，多谢你了。豆腐啊，带他们去弄些马料啊，把马喂一下。哎，好了，去吧。啊，这位大哥。这点银子呢你还是收下吧，我们呢也多有打扰。不行啊，我说客官，我安排你们住宿难道就是要你们的钱吗？哎呀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因为赶路还没有吃东西，这点钱呢烦劳你帮我们搞点吃的。哎，这这不行，拿着帮备上马料，那也不能收。哎，爹您看您怎么走出来了啊？我听说来客人了，我还不出来瞧瞧啊。老人家，老人家打扰您了。哎，说哪里话呀，我们这儿啊是皇上爷啊给赐过匾的地方，皇上爷他老人家还夸我们这儿是礼义德化之区啊。可现在啊，爹您就别说了。别说了。哎，嗯，好，你啊
赶紧叫你妹子把鸡杀了，哎，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给客人吃。哎，知道了。这钱呢不能收。焦师爷，焦师爷，什么事儿？那张五哥把几个外地人带到下院去了。都什么人？衣着不俗，搭脸包袱都沉甸甸的，都带着家伙。好，他娘的，看来这一票有点用处。走，来来来来，这是老朽的女儿，叫阿兰。二位客官，坐坐坐坐。好啊，阿兰上水。哎。您请。你们二位，请请。啊，不客气。你们二位客官远道而来，到我们这个小地方啊，实在是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我去帮他烧烧水啊。这如何是？没事没事，您请。哎呀，我都忘了问您贵姓了。哎，来，我来帮你烧。我们姓艾哦，我排行老四哦，他排行十三哦。来来来，喝水喝水。好好好。我听说皇上还给他赐过匾，是吧？是啊，那匾额现在还挂在庄主的那个大堂上呢。十几年前我也到过贵镇，我记得那时候的庄主啊，是顺治爷那一朝的第一科的进士啊，你们都叫他刘老太爷。他现在还在吗？他已经过世了。那现在的庄主呢？嗨，是刘老太爷的小儿子，名叫刘八女儿。他怎么起了个女人的名字啊？刘老太爷前面生的七个，全都是女儿，61岁的时候才生下了这么个儿子。他呀，哎，他是晚年得子，担心孩子长不大，因此取名儿，就叫刘八女儿。小兄弟，这是给你们几位吃的。哎，那年我到贵镇的时候啊，我记得不是现在这个模样。虽说那个时候啊，也有庄主管着，可镇上1000多户人家呀，大多呀都有自己的田主。后来呢，现任庄主姐夫出钱呢，把众人的田土都给买了去，改建了现在这座城堡。那得要花多少钱呢？说到钱呐，除了当今皇上，只怕就算咱们的庄主和他的姐夫了。那你们的庄主不要交税纳粮吗？庄主的老太爷是士绅，他姐夫啊又是现任官儿，当然不要交税纳粮了。他姐夫当什么官儿？他就是现任江南盐道任伯安任大人。哎
哎，高峰，高峰。时候差不多了，走。哎，你干嘛呀？这，咱们得说话。哎，老爷，你先别睡呀、啊！就是、啊，先别睡，先别睡，烫烫脚，烫烫脚，来来来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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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把被子铺好啊！你们是干什么呀？这是？坐下坐下啊，坐下！哎，来快烫烫脚，舒服，对吧，老爷？哎，烫烫脚，烫烫脚，舒服啊！来，哎，你们这是？哎。没错，这些都是胡教头派来看庄子的。四哥，这还了得？明儿把地方官叫来。算了，咱们是过路的客商，再说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他们杀了人。五哥啊，这些人如何处置好啊？这房间后面就是河，把他们扔到河里去。好。五哥，你在这儿也不是个头，明天跟我们一起走，随便做点生意，比待在这儿强。张五哥，张五哥，张五哥，你给我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二位客官稳坐，我去取酒来。快出来！出来！快出来！张五哥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出来！快出来！胡教头，你有什么事吗？呸！你他妈还问我？我问你，是谁让你把外人带进庄来的？就为这个呀，几个客商错过了宿头，在马老板那儿借宿一晚。也犯着您生这么大的气，借宿是跟你妹子借宿吧？啊！胡教头，你的嘴放干净些！你狗娘养的，勾结外人无视庄规，还敢顶撞老子！来人呐，先把这小子捆起来！慢着，胡大爷，胡大爷，我这孩子年轻不懂事，冒犯了您了。求求您了，看在老汉的薄面上，不要同他一般见识。哼，看你的薄面，你他娘的一个犯贱的下人，还有什么薄面？滚开！爹，爹，爹，姓胡的，你敢打我爹？好小子，有种啊！老子正想他妈收拾你呢。好小子，有种，老子早想收拾你了！嗨！杀！四哥，你让我去教训教训那条狗。不急，再看看。爹！你他妈狗娘养的！把他们两个给我绑到罗柱上，把这个老家伙也绑起来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我去找你。爹，我，快走，胡教头，胡教头，你放了我爹，放了我哥，胡教头，我求求你了，不要杀了我爹，不要杀了我哥呀！要老子放了他们也行。你得先陪老子睡觉，伺候舒服了，我就放了他们。你放了他，畜生！你放开他！老十三，放开我！
去教训教训那个畜生。走，放开他，当心活的畜生！畜生，你放了他！放开他，姓胡的！你那个畜生！哎，对，啊，爹！你，哎呀，哎呦，哎呀，啊，哎，哎呀，这，哎呀，哎，哎，哇！慢着，不能动手。为什么？你看，八爷，他们，请问，你就是刘焕之的小儿子刘八女？九王爷的门人任伯安，是你姐夫。我知道你很想知道我是谁，但是我的名字你不配问。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你这江夏镇再厉害，也是我大清的天下。你要遵行我大清的王法，管好你的奴才，不要鱼肉乡民。去，把张老汉一家给我放了，快！老人家，你受委屈了。这是谁干的？谁干的？八爷，把他们都抓起来，关到后院柴房。八爷，八爷，八爷，现在您该告诉我您的尊姓大名了吧？你真的想知道我是谁？我看，你还是不要知道的好。既然不肯相告。不知者不怪罪，倘有失礼之处，也就怪不得我了。现在，请你们马上离开这个庄子。丁主子，太医院的医正林国康亲自来了。哎呦，阿弥陀佛，是太子爷派来的吗？太子爷不见人，多亏李公公从床上惊醒了皇上，是皇上亲自派的林太医。快叫他进来。回主子，林太医说内眷们在这不方便。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还弄这些虚文，快叫他进来给红石看病。这，快快！咱们又见面了啊？怎么，你真想从我这江夏镇过？怎么办，四哥？看来我们今天从这儿是过不去了。可是，我们要不从这儿过去的话，要多走几十里路。要在平时，我早就揍扁了他了。那就请你们下马进镇。普天之下，莫非黄土？为何要下马？我不管你们是谁，要想从我这个江夏镇过去，都得乖乖和我下马。你放肆！
我看你还是不要放肆，抬起头来看清楚一点。你要是骑马敢从这儿过去，我刘八女就敢对你不客气。四哥，我真不明白，皇阿玛怎么会给江夏镇这样的狼窝赐匾？如果没有皇阿玛那块匾，我早就……不要再说了。现在起，谁也不许再提江夏镇这三个字。皇上，您醒了。嗯，这四阿哥儿子的病怎么样了？啊，回皇上现在已经不碍事儿了。这太子去过四阿哥府上了吗？没有，听奏事的太监说，八阿哥、九阿哥、十阿哥倒是去了。八叔。啊，乖孩子，躺在床上好好养病，啊！等你的病养好了，八叔带你到郊外放鹰去。好。八叔、九叔、十叔、十四叔，弄得你们也在这儿守了半夜，真是不敢当。哎，四嫂，一家人怎么说出两家子话来？四哥为了赈灾修河的大事到处奔波，孩子病了，我们这些做叔叔的哪能不管呢？林太医，啊，你的差事当得好，这是1000两银票，你拿着。不，拿着，买几只好鸟玩玩。哎呦，谢了谢了，八爷也知道奴才喜欢鸟啊，什么时候请八爷的大驾到奴才的家里去，奴才还真有那么几只好鸟，请八爷观赏。看你美的。滚回去睡觉吧。这，四嫂，我们也困了，也该走了，你们早点歇着吧。我叫厨房熬了一锅雪鸡西米粥，几位叔叔用了早点再走吧。不了，您也早点歇着吧，我们走。平生儿臣在，这四阿哥的儿子大病一场的事儿你知道吗？儿臣这就派太医去看。等你这会儿再派太医不就太晚了吗？儿臣这已经叫林国康去了，孩子现在已经没事了，你传旨下去，这个事儿叫他们先别告诉应真，让他在外头一心一意把
赈灾修河的事办好。这。送这折子走了几天？五天四夜。你辛苦了。皇上心悬百姓的苦难，素惜忧劳，为了能让皇上早一刻看到这个折子，既是奴才的福分。这次赈灾，你也是有功之人，不要回杭州了，留在北京任职吧。谢皇上隆恩。你可以跪安了。这你们都听见了，这次黄河大水总算对付过去了。太子这一次举荐四阿哥胤禛办这个差事，可以说是见人得当，举措调度也是好的。知子莫如父，这都是皇阿玛的运筹，四弟他们的效力，儿臣何功之有啊？四阿哥胤禛功不可没，尚书房即刻拟旨加封胤禛为雍郡王。这朕知道，加封胤禛，你们有些人不自在。朕想过了，这儿还有个差事，你们谁能办好，朕就加封他为亲王。这几天朕调来户部的案卷看了，国库亏空竟达1200万两白银，这笔钱哪儿去了？竟是让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给借去了，弄得泱泱中华大国一次大水就拿不出钱来。赈灾怎么赈啊？再发一次大水，旱灾，边境上打仗，怎么办？儿臣等处事无方，请皇阿玛治罪。儿臣监管户部，责无旁贷，请皇阿玛治罪。治了你们的罪，国库就不亏空了啊！朕要的是切切实实的办法。你们中间谁愿意出来承担追笔欠款的差事，哪怕是追回1000万两，朕这儿就加封他为亲王。哎呦，少主子，主子，别跑，别跑啊！哎呦，哎，少主子，少主子，别跑，别跑！哎呀，少主子，你不可做不完的，待会儿老爷知道了可要挨板子的。哎呦，少主子，你给我站住！哎呦，哎呦，这是这是。
胡管家，八爷到底在哪儿？请您通禀一声，总得让我们见上一面。就是，哎呀，各位老爷，刚才我不是说过了吗？八爷不在府里边，众位老爷还是回去吧。啊，那我们就等了。对，见不到八爷，我们今天就不走了。不走，那怎么着了？成，不走就不走。大人们都坐好了。我这就吩咐给大人们，都上茶啊！好，哎呦，少主子，别跑，别跑！十几年欠下的银子，一下子就叫还上，这不是要人命吗？是啊，八爷管着户部，大家的难处他都知道，只要八爷说话，皇上一准会网开一面，哪怕是宽限个一两年都好啊！是，最好让八爷跟皇上去说，同意让咱们分期付还，那样还有一点闪转腾挪的余地。对对，没有，没听说吗？皇上要在皇阿哥中选派一名担任追笔欠款的大臣，只有让八爷出任这个差事，那说话才管用呢。对对对，我借的银子我还。你们着什么急啊？奴才不是这个意思。要是奴才们垫得起这笔银子，就是倾家荡产，奴才们也会替太子爷垫了。那你着什么急？奴才们是担心，万一八爷接了这差事，而太子爷一下子又拿不出这笔银子来，那可就……那就叫太子爷自己的人接这个差事。只是这个差事不好当啊。对。叫老四去。八哥，你还有完没完？啊？哎，这么重要一个差事，你不去接？哎，那咱们中间这谁去接？你也得定个章程啊。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亲王又让太子的人给抢了去啊？歪不歪？八爷不歪。八哥，我们的人接了这个差事，还能给自己人行点方便。哎，关是关上，这裱画怕风不知道吗？哎呦，八哥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这不是诚心吗？咱们自己的人还能给自己人行点方便，这个差事无论如何不能再让太子和老四他们得了去啊！哎，十四弟啊，你说这个差事咱们能不能接啊？难，这一千多万两银子，牵扯到上上下下那么多人，一下子能追回？就算是追回来了，还不把人都得罪了？所以我想，这个亲王不当也好。搬过来，有理。这个差事啊，我不接，你们也不要接。那谁接？那谁接？谁？四哥。奴才给四福晋请安了。哥，哥，你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啊。更瑶啊，皇上怎么说？让你留京了吗？真让四爷说着了。皇上看了四爷上的折子，一高兴就让我留在北京了。哥，那可太好了。门人各事急事。少主子们的念书声还真有白眼了。看起来那位巫先生还真请对了。别提他了，你四爷也不知怎么犯了迷糊，给世子们请来这么一个先生，问问你妹子就知道了。他这个人怎么说呢，脾气怪得很，说什么都不肯教。我早就跟四爷说过了，这样的人在大狱里待久了，就是学问再大也用不得呀。更瑶说的对，请先生出身很重要。就说这位巫先生吧，一开口就老气横秋的，说什么山野草莽、行于之人了，不敢出任世子的先生了，一句话拿上堂了。四福晋有所不知，我们汉人有个规矩，请西席呢都要先拜孔夫子，摆大席呀，还得要。就你们汉人的规矩大，难道非得我们爷给他下跪不成？
也不知他有什么本事，无非就是个吃白食的食客门人而已。可是四爷分手时吩咐过，说要好生留着他，还说让秋月伺候他。这倒是我粗心了。秋月啊，待会儿你还是过去伺候他吧。什么了不起的人，还指着要这个要那个的伺候。这可是四爷的吩咐啊。哎，什么事儿啊？你又犯愁。犯愁的事儿多着呢，不管你，咱们抓紧时辰再睡一会儿。太子爷，太子爷。哎呀，叫叫什么叫？回太子爷，王师傅来了，急整了太子爷讲书呢。坏了，人老爷都这么高了，快进快进快进。你从后门走，我去应付王老头。后院的奶奶们都听戏去了，没人知道我在这儿。快走吧，啊，走。儿臣曾管理户部，却未能郡县操持，以致库银挪借亏空。儿臣自认为察妾之明，民事之危远远不及四阿哥，因此儿臣举荐四阿哥担当此任，而且愿意将管理户部的差事也交给四阿哥来做。这是儿臣的辞呈，请皇阿玛服允。太子，朕想问问你的意思。儿臣以为萨克胤禛办事认真，亦乎担任这个差事。胤禛，你是大哥，你说呢？回皇阿玛，按理儿臣也应该接这个差事，为皇阿玛分点忧。但既然太子和八弟都认为四弟来干较为适宜，儿臣也没有异议。你们呢？你们呢？儿臣等均无异议。哎，你们上书房。微臣以为户部欠款之事，人多面广，既要将欠款追回，又不能使欠款的官员太过难堪。雍晋王胤禛办事不讲情面，担当此任原很适宜。但若太过操切，也怕激出变故。八阁胤祀素有贤名，若能继续管理户部，和四阿哥一道办理此事，则能刚柔相济，收互补之效。佟国威所见即是，微臣同意他的看法。恒臣，你的看法呢？知人之明无过皇上，关键是能够追回欠款。如果顾虑太多，恐怕反而误事，请皇上前纲独断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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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的意见，朕都知道了。至于是否就让四阿哥担当这个差事，朕的意思是，等四阿哥回来之后，问问他自己再说。太子，你立即斥之户部，造好欠款官员的名单，等追笔大臣一到，即行还款。就这么做。
这，哎呀，这，哎，这下好了，八爷不管我们了，偏偏又要派四爷这位冷面王追款，我们这一次是在劫难逃。哎，你们瞧，这魏老爷子怎么跟这儿站着呢？是啊，哎，哎呦，这不是魏老爷子吗？您怎么一个人跟这儿站着呢？哎，八爷，哎，快请起。魏老爷子，哎，您怎么也跟这儿站着呢？快请坐，请坐。八爷，您看，嚷什么？乱糟糟的，像什么话？八爷又不是神仙。八爷如果救不了我们，看来我们就死定了。是啊，救你们，我还想你们救我呢。哎，行了，八爷还有事儿呢啊！你们快点说。听十爷的意思，您也欠了国库的银子？不多，20几万啊！你们谁借给我，让我过了这一关，我给你们烧高香啊！师哥，都在发愁，你就别雪上加霜了。你没借钱你不愁，还钱我不怕，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到时候卖了我那座十爷府，还怕还不了20几万两银子？好了，发牢骚也变不出银子，是不是？啊，哎，这样吧，我给你们出个主意，四爷啊，明天就要回京了，你们与其待在这儿求八爷，还不如啊，明儿个赶到朝阳门码头给四爷接风去，到时候大伙儿殷勤着点，多劝几杯酒，四爷兴许一冒酒兴，哎，不就宽限你们了吗？这样吧，明天我们几个阿哥都去，给大伙儿劝劝酒，求就行。哎呀，这病急乱投医，试一试吧。哎，走吧。哎呀，这是过不去呀。洪正，把虎腿给吴先生试试。给。哦，是秋月啊。天凉了，试着给您做的。啊，活不好，您穿上试试吧。哟，就这么开着窗户睡觉，你也不怕着凉？哎呀，哎，我就这么不中用吗？看您说的，来，您想到哪儿去了？我这不是好意吗？哎，来，来，您这么一打岔呀，我都忘了该说什么了。我今儿来呀，是来告诉您个好消息的，听说四爷就要回来了。哦，真的？几时啊？听家人们说呀，今儿就到了。十三弟啊，我也弄不明白皇阿玛为什么没给你加封啊。嗨，我打小就习惯了，我呀只要干得顺心，别的也无所谓。哼，顺心，要是能顺心的话，就是做个庶民百姓也值啊。
只怕你我这一辈子都难得舒心呢。这不还没回来，不顺心的差事在等着了。哎，四哥，那你干脆就别接啊。能推得了当然要推，只怕是……哎，四哥，要真推不了，我和你一块干，好不好？走。走运，走运。唱音阁玉乐，我们还没到，就下了套在等了。哎，四哥，灯是12杆，这是皇上回京才用的数字。可是这个十三弟啊，今儿这阵势不对头啊，都不要动。礼部司官姚典，奉旨率有司官员恭迎钦差雍君王和十三辈子还京。王爷和辈子爷有话，礼制不合，不敢下桥。礼制哪儿不合？请钦差明示。奏的乐曲是皇上才能用的御乐，龙旗多了4面，宫灯多了3盏。龙下4面龙旗，取下3盏宫灯，改奏凯旋令。师哥，没事，让他们多跪。你看这帮臭官，他们不跪，跑什么升官发财啊？啊，大哥。三哥，八弟，弟弟们都来了。弟是从何而来啊？来处而来啊。从何而去啊？去处而去啊。看破未食不饮酒，汝能吃否？能吃。饿着肚皮不吃饭，汝能吃否？不能吃。啊，我也不能吃。魏大人。四爷。啊，韦大人，哎，都起来吧。哎呀，您老这么大年纪了，何必还讲这个礼数啊？四爷和十三爷千里奔波，赈灾救河，老奴前来迎接一下，也是应当的嘛。毕竟于心不安呐。好，来，咱们一块走吧。哎，好。小典，四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老奴跟一些同僚们凑的份子，特为四爷和十三爷接风呢。魏老爷子，不是我驳您老人家的面子，这酒我不能喝。老四啊，我们可都是空着肚子在等你这位郡王啊，你要是不吃，老十三和我们岂不都要挨饿呀？啊，大哥，哎，入席入席入席啊，能吃饭的吃饭，会饮酒的饮酒啊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请请来啊，来来来，坐，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坐啊，快坐快坐快坐，来请请请啊，你请你请，哈哈。这第一杯酒啊，我们同贺四阿哥晋升郡王，来干！
胤禛晋升郡王乃皇上恩典，今尚未谢恩，岂敢受贺？这酒是我不敢受饮。哎，这次皇阿玛没有给我加封，诸位阿哥敬我一杯如何？十三弟此次会同办差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这杯酒咱们同敬十三辈子。好，诸位干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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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四哥此次赈灾，上为朝廷分忧，下为百姓解难，救活无数生灵，真是功德无量啊！四哥，为此，小弟敬你一杯。提到灾民，我倒想说几句话。这次我和十三弟到了黄泛区，耳闻目睹了灾民的状况，真是合上了四个字：惨不忍睹啊！卖儿卖女者，比比皆是。虽说他们已经分到了一点过冬的粮食，但是他们越冬的房屋在哪儿啊？明年开春的种粮又在哪儿啊？想到这儿，这酒我喝得下去吗？八弟，你素有八贤王之称啊。这如此说来，倒是小弟不合时宜了。四哥，你我一母所生，你可知道你在外面这几个月额娘是如何挂念吗？十四弟，额娘她老人家安好。让我们哥俩祝她老人家安好吧。四哥，祝额娘的酒带我们明天一同进宫陪她老人家饮吧。四哥，四哥，我也不说那么多废话了。冲着这么多的兄弟和这么多的朝廷命官为你接风，你却滴酒不沾，你这不是拿着冷屁股对着人家的热面孔吗？老师，你喝醉了。我还没喝呢，醉什么？大哥的酒你不喝，八哥的酒你也不喝，老十四的酒你还不喝。我是皇阿玛生的不争气的儿子，我知道你更不会喝我的酒，可是我还要问你一句，我敬你一杯酒，如果你认我这个兄弟，就喝了他。老师，你也不要跪在这儿。众位兄弟，各位大人们，你们也不要再向我劝酒。我有一句话，如果你们答应了，慢说这一杯就是十杯百杯，喝得我倒在这儿爬不起来，我也没有二话。什么话你说？皇阿玛的意思你们也都知道了，想派我追笔户部欠款的差事。这个差事我现在还没有接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上上下下牵扯到太多的人，这中间只怕是还有我的兄弟，有从小抱过我亲过我的老臣，追急了碍着手足同僚的情面，可是追不回欠款，就是上负皇恩无法交差。倘若你们大家都能够自觉地把欠款还了，不要让我当这个差做这个蜡，我今天就是喝得烂醉如泥，我心甘情愿，怎么样？既然你们都不喝，那就是瞧不起我胤禛，而不是我胤禛瞧不起诸位了，失陪了。
公公，这儿不是通往养心殿的路啊。主子说的没错，咱们这是奔御膳房去。御膳房？对呀，二位爷不是还没吃饭吗？皇上褒奖，特地赐了一席御膳，请二位爷先去用膳。哎，怎么，我们在朝阳门码头的事儿皇阿玛知道了？什么事儿能瞒得住咱皇上呢？皇上嘱咐二位爷办差辛苦了，宴罢先回府里与家人团聚，然后明晨养心殿朝见啊。走，来，请。顾先生，快点吧，都等着呢。啊，好。好了，走吧。四贝勒爷，四贝勒爷，您回来了，在下。乌斯道，这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我在外面办差多日不归，您在舍下受委屈了。这，四爷，今天是大喜的日子，你要答应做我世子们的西席大人呐！啊，乌某不才。我不是不愿意，是怕耽误了世子们的学业呀。我知道你们汉人的规矩大，所以特带世子们按你们汉人老辈儿的规矩，在堂屋里准备了坐拜。吴先生就不要推辞了。四爷，这请啊，请。乌某一介寒儒，又是坐过牢的刑狱之人。四爷为什么要请乌某出任世子的先生呢？朝廷待其不为薄矣，二君设心和其谬矣。都不敢天听若雷，神目如电。呜呼！吾辈进退不苟，死生为命。吾请上方之剑，斩彼元凶，头悬国门，以警天下莫逆。十年了，四爷还记得我写的这篇文章？是真文章，怎能千古流传呢？四爷，请，请。这追比国库欠款的差事，接与不接，得先看看借款官员的情形。好啊，我正想听听先生的见解。那乌某就侍卫王爷惜之。哎。这些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。这第一类的情形是不得已而借之，这一类人很多。一个四品京官，一年的俸禄银子才100多两，这点钱养家糊口也仅温饱而已啊。如今摆桌像样的酒宴就需10两银子，做一件像样的官服也要10两银子以上啊。王爷请算算，这个官一年下来得要多少银子开销。他不借就要贷，不借不贷就要甘守清贫，甘守清贫他还出来做官干什么呢？哎，
这第二类情形是不安分而戒之，这类人不多，但是他最不好对付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一类人往往是有资历、有功劳、讲排场、讲阔气的大官功臣呐、啊。他们中哪一位不是从小就跟着皇上鞍前马后熬出来的心腹重臣？四爷，这些人欠国库的银子，那都在几十万两以上。果真要抄他们的家，治他们的罪，皇上念着旧情，能下得了这个手吗？这第三类人最可恶，哎，纯属贪得无厌，唯利是图，只要能捞到，就是拆了金銮殿也毫不心疼啊。如今在京的几个重要衙门的堂官司官，一见到别人借欠国库银两，哎，他们也纷纷争着挪借，反正是越多越好，哪管你国弱民贫。由于前两类人的欠款难以追回，这类人也必然是攀比抵赖，有钱不还了。还有除了这些官员，还有宗室王公啊，只怕连你的兄弟贝子贝勒也少不了啊。赵先生的意思，这差事我不能接？哎，不，一定要接。嗯，这么多阿哥，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接这个差事呢？是他们认为国库的欠款不应该追回吗？不是，他们是抱着这么样一个心思，不愿意得罪人，更怕得罪了人还追不回欠款。如果王爷您也不愿意接这个差事，那么皇上不是连一个愿意为他分忧的儿子都没有了吗？哦，夜深了，先生，安歇了吧。这次你和应祥差事办得很好，可以说是急了国之危难。坐。这从盐商身上弄那么一点儿，一次可以，两次行吗？黄河、淮河，今年治了，明年又绝。水灾治了，还有旱灾、蝗灾。治国的根本不在于此。皇阿玛圣训即是。哎，都说是康熙盛世，天下太平，可各省报上来的土地一年年减少，税收也一年年递减。儿臣在下面见到的和皇阿玛说的一样。坐坐坐，坐下说话。那些有钱的士绅人家仗着免税拼命买地，小户人家因为人多地少，付不起丁税，也就甘愿贱价卖了田土当他们的佃户。这样一来，土地年年兼并，贫富日益不均，而国家的税收呢，却是年年减少。今次一弊，朝廷已不堪其忧啊。你能看到这个弊端，说明你肯用心思。其实朕何尝不清楚？朕几次想丈量全国的土地，按土地纳税，可以缓冲一下，
可层层报上来的数字都是假的。而京城里头的官呢，弄得不到国库去借债的，反倒成了不合时宜。人太多了，是不好办。朕这么多儿子，就没有一个愿意承担追款的差事。儿臣愿意办理追笔欠款的差事。好，只要对朝廷有利，对我大清的江山社稷有利，儿臣大不了做个孤臣就是了。好，有个做孤臣的心思，就没有办不好的事儿。听说你这次从江南就带了个孤臣来？要说孤臣，田文静确实是个孤臣。这个人心里只有朝廷，而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。儿臣保举他为追笔欠款的帮办，请花妈恩准。好，依你，田文静，帮同办差。这，十三阿哥印祥，这次随同儿臣前去赈灾修河，功不可没。儿臣恳请皇阿玛，一是降旨褒奖，二是让他帮同办理追笔欠款的差事。应祥就不要参与这个事儿了，也不必过多褒奖。印祥为什么不能褒奖？为什么不能担当这个差事？请皇阿玛明示。你真想知道？儿臣想知道。因为朕想让你做一个真正的孤臣，明白吗？儿臣明白。明天就进驻户部，追缴库银。四弟留步。好。二哥。好，免了免了，咱们兄弟不必拘礼。怎么样，见着皇阿玛了吗？啊。啊，这追笔户部欠款的差事是二哥举荐你的呀。啊，多谢二哥栽培，这差事我接了。嗯，好样的。我呀还想到你家跟你去聊聊呢，怕你有什么顾虑。这下可好了，老四啊，这差事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只有在皇阿玛面前推举我的铁杆兄弟，我的心里才踏实些。你放心，你有什么难处啊，我会照应你的，你就放开手脚干吧。二哥。对了，我这儿啊还有几个人的名单，这几个人借的钱啊，你给他们缓一缓啊。嗯。胤禛为追缴国库欠款大臣，上自王公贵胄，下至文武百官，凡借款者限十日内还清，倘有抵赖不还者，由步军统领衙门捉拿追笔，绝不孤待。Thank you.
起来吧。谢皇爷。大家都知道了，皇上派了我追比库银的差事。我想你们心里都清楚，这个差事不好当啊。俗话说，借钱容易还钱难，站着借钱，跪着讨债。倘若跪着就能把钱讨回来，我现在宁愿给大家跪下。也许有人在想，借银子的人那么多，都能一一还清吗？别人没还，我还了，岂不冤枉？那我就告诉你们，这次不管是谁，无论他借了多少钱都得还，而且都要在限期内还清。没有钱，卖房子当产也得还。田大人，在。从现在起，各位皇子王公的欠款由我追缴，王公以下众官员的欠款由你追缴。这。来啊，在。请魏东亭大人和陈文胜大人上堂回话。这。请魏东亭大人、陈文胜大人上堂回话。请魏东亭大人、陈文胜大人上堂回话。魏大人病了，告假。陈大人年事已高，行走不便，托我带来罚他欠的一两银子啊。第一天宣旨就拖过不到，分明是藐视圣上，对抗朝廷。年大人，请步兵衙门派人去传，再不来就押来回话。嗯，来啊，在。田大人有命，差你们去传魏东亭魏大人、陈文胜陈大人，叫二位大人即刻到此，要不然田大人可要下令拿人了。这。哎，小开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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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哎、魏东亭大人、陈文胜大人传到。陈大人，请问田大人，你是哪一科出身呢？惭愧，晚生未曾中过科甲。田大人可知道老夫是哪一科出身呢？倒要请教。啊，我就告诉你，我是康熙三年第一甲第一名状元及第，是天子门生。你一个监生出身的人，小人得志便飞扬跋扈，目中无人，竟敢叫顺天府的差役来传我。雍王爷在哪里？和雍王爷讲话。别。师爷，您可来了，我正想着说。哎呦，王八羔子，老子才出去了一会儿，你们就多懒啊，都待那干什么呀？还不赶快动工。老师啊。哟，是我叫他们停下的。原来是四哥大驾到了。怎么，这戏楼盖得不好吗？您给指点指点，我叫他们改。戏楼盖得挺不错，只是不合时宜啊。这一不刮风二不下雨的，怎么不合时宜啊？你这儿是不刮风不下雨啊，可是黄河刚刚涨了大水，国库没钱救灾，咱怎么能把银子借出来盖戏楼啊？师弟啊，我们这些做儿子的要为皇阿玛分点忧啊。这话没错，
我借银子盖戏楼，正是为了给皇阿玛分忧呢。你这个戏啊，皇阿玛是不会看的。下个月十一是我25岁生日，说好了，接皇阿玛来玩一天。这戏楼啊，就是为了皇阿玛看戏才盖的。老师啊，你真有点孝心的话，就带个好头，把欠国库的银子还了。啊，四哥，这话我听不懂。这国库的钱不就是皇阿玛的钱吗？你几时见过儿子花老子的钱还要还的？我说老师啊，你这个理儿是自小在南书房学的，还是谁教你的？嗯？哼！我打从小就不会念书，可阿克中念书念得好的，还不是照样欠了国库的钱？四哥，你可别老盯着我好不好？你放心，这次不管是谁，欠了国库的银子都得还清，一文也不能少。石爷，咱们还动不动工啊？还动个屁呀！来呀，请圣旨。陈文胜，你是状元也好，阁老也好，你看看，圣旨就供在堂上。我现在是代皇上问话，你要据实回答。是，陈大人，你既然是进士出身，状元及第，自然是熟读圣贤之书，深谙圣贤之道了。圣贤之书自然是常温常读，圣贤之道自然是恪遵不疑。那我倒要请教，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；君子怀行，小人怀惠，是什么意思？田大人要学君子之道，改日倒舍下来，老夫可以教你。今天既然是谈欠库银的事儿，不必东拉西扯。老夫欠的一两库银已经还清了，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我正要问你欠一两银子的事，不过我不要你答，我代你说了。你上的堂来倚老卖老，桀骜不驯，无非因为你只欠了国库一两银子，举手可还，有恃无恐。但依我看来，你这借一两银子的人，其用心比借那百两千两万两的还要可避。你是缺钱花吗？不是，缺也不欠这一两银子呀。那为什么你还要借这一两银子呢？你是看同僚们都在国库借银，怕众人说你不合流、假清高，可你又不敢多借，怕朝廷有朝一日追查起来，损了你状元的名头，于是你就只借了一两银子，既不自外于同僚，又不怕朝廷追查，于是你就心安理得做你那既无真才实学，也可不干实事的官，享受你那一篇八股文挣来的富贵荣华。什么子曰君子怀德，小人怀土，你只是怀土不怀德。子曰君子怀行，小人怀惠，你也只是怀惠而不怀行。你这般不尊德化，只图虚名，用尽心机，尸位素餐的假道学真小人，
还有什么脸面在这里开口磕甲、闭口撞人的喋喋不休？这是你的一两银子，我收下。回家去，再好好读读四书五经。来啊，在。你送陈大人回去读书。是。这你。我要去见皇上。我要告老还乡。我要去见皇上。我要告老还乡。我们大小都是朝廷的命官吧，怎能受此羞辱呢？天文镜什么东西，为一两银子把老状元给气成这样。是啊是啊，真是。里边里边啊。三哥，没想到暗地里你有这么大的手笔啊。啊，人人都说我黄三子养着文人清客吟风弄月，可谁又想着为我大清国留一点巾帼之大典，不朽之盛世呢？啊，三哥，你借国库的30万两银子都是用来编书了啊？不是我泼你冷水啊，三哥，借国债铸运书，恐怕与国计民生裨益不大。照四爷的话说，那仓颉造字也是多此一举喽。李福，你怎么如此对四爷说话？三爷，您知道，要不是四爷，我这话还懒得说呢。哎，你老四啊，文人嘛，啊，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。哎，我哪有心思生这门子嫌弃呀？三哥，不是我不通融，您这儿借的国债不还，其他人就会借着大水打漂，国库里上千万欠银追不回来，我的差事砸了无所谓。皇阿玛这个家难当啊。好吧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我把书停了，把人都遣散，凑钱还债，让你交差就是了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，田大人，你也不必问我为什么借的钱。事到如今，我只说一句话：我欠户部的35万两银子，我想办法还就是了。魏大人，那你什么时候还清呢？你回去想清楚了，明天再来回话。魏大人出来了！魏大人，魏大人，怎么样？魏大人，怎么样了？魏大人，魏大人，别提了，别提了。传金陵副将马不成、元顺天府尹隆科多上堂回话。国成，小肚子呀，咱们可是刀枪里滚出来的，咱可别丢份儿啊！对，精神点。是啊。好，好，好样的，好样的啊！田文静，我操你妈！你他妈一个奸商出身，被革了职的七品官，凭什么在这耀武扬威啊？啊，你不是要讨债吗？老子告诉你，
要钱？没有？要命啊！老子这条命跟着皇上已经死过好几回了。哎呦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就这样，这样，谁大家好啊？两伤疤，百功劳。好啊，你亮吧，把你的伤疤全亮出来。亮啊！来啊！来！把他的官服扒了，让他亮个够。这，杨先生，候审。走。今天就到这儿，明儿再来。还有抗旨闹事者，马国成就是榜样。是啊，是啊。胡闹！老三他们的人没闹事，老八他们的人也没闹事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偏是你闹事，扫我的脸。老四，这个人我不管了，你随便发落吧。大哥，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今儿是头一天，当着那么多人，他马国成就顶着圣旨干，这欠款我还怎么追呀？人我是交给您了，该怎么处置您看着办吧。这面子我们得挽回来呀，人家站着理，你怎么挽？据可靠消息，太子爷借了款。嗯，真的？借了多少？有这个数。什么？50万两？你没弄错吧？户部的账单上怎么没有他的名字？大爷，您太忠厚了。太子借款，你想，他能亲自出面吗？都是谁替他借的？不全知道，但刑部的黄体仁、萧国兴这两个人肯定是。难怪今天问了这么多人，就是不问这两个。闭上你的臭嘴！你还想给老子惹的麻烦少吗？这消息从哪儿听来的？是八爷的人透露给我的。好老八，明知道我和太子不和，绕着弯子把这个消息透露给我，好让我和太子去绞杀。他在岸上看帆船。大千岁，大千岁。好，你们来，进屋来，我有话跟你们说。田大人，同样是欠了库款，为什么对我们逼得这样紧啊？有些人你连问都不问呢，啊？魏大人，谁的欠款没问？您老说清楚了。黄体仁和萧国兴的欠款，你为什么不问呢？拿名单来。这。没有啊，魏大人，这两个人的欠款，您是听谁说的？这还要听别人说吗？哎，
你问问户部的书办不就明白了吗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这个大人，有话到一边说。就在这儿说。这是黄体仁和萧国兴欠了国库的银子，一共50000两。那为什么不上清单？这个，去传黄体仁、萧国兴问话。老四，真有你的啊！当面答应了我，背后叫人给我使绊子。你究竟怀的什么心呢？你说呀，太子爷，您急着把我找来，不分青红皂白就发这么大火，究竟是为什么呀？你得先说出来让我明白啊！哎，你真的不明白？请太子明说。去，朕。那好，我问你，你答应好的先不问我那几个人。为什么又叫田文静风急火燎地把黄体仁和萧国兴叫起逼债呢？有这回事？都这时候了，你还跟我装耳无眼啊？我知道，你是看着我这个太子不讨皇阿玛的欢心了，想趁早另捡高枝啊。二哥，田文静把黄体仁、萧国兴叫去问话的事儿，我不清楚，也没法跟您说。但是有句话我得说清楚了，我胤禛的为人您是知道的，从来都是按照朝廷的章法办事。这次我昧着良心把你的几个人从名单上抹了去，为什么？不就是为了维护您这个太子吗？不就是为了维护朝廷的安定吗？既然有人把黄体仁、萧国兴捅了出来，那他们就得还债。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把这凡人的质量给我收拾喽？蔫干处的，干什么吃的？烦死人了！哎呦，你们快点成不成啊？别那么慢！你们怎么净蹭棱子呀？哎呦，快着点啊！太子爷，狗奴才，你们要存心气死我呀？你们几个上哪儿去了？太子，奴才有条路子能弄到这笔钱。这是什么现成的路子？快说呀！是，吏部有几个地方官的缺空在那里，有几个人愿出钱买那几个缺空。哪几个缺？他们愿意出多少钱啊？一个是四川盐差道的缺，有人愿出15万银子；还有河南布政使的缺，也有人愿出15万银子；再有几个不大不小的缺，都有人愿出5万银子。奴才们算了一下，这几个缺如果都落实了，一共可以收到50万两银子。50万？这几个愿意出钱的人够资格吗？够够，这奴才敢担保。好，那就让他们出钱，给他们打招呼，谁敢说出我的名字，我就要了他的命。这何柱，在何柱，在，让这些年干处的废物都给我滚出园子去！这知了沾了一夏天了，也没见少一个，滚，快滚！这，哎，咬钩了！好上了！行哎，八爷，您看这放生，哎，这放生。八爷，这是太子发给吏部的军谕，责令我们将河南布政使、四川盐茶道一共6个缺补给了这几个人。奴才们暗中打听，这几个人走的是黄体仁的路子，都花了不少的钱呢。
那就按太子的军谕办吧。要不要告诉皇上？不，给大阿哥透个风就行了。这，哎，您这边请。好好好。太子啊，这是老臣花了一辈子的心血铸写的大学讲义呀。你如果能从里面悟出一点道理，那就太好了。师父，这是太子，你就不要瞒着老臣了。你平时手脚那么大，每年4万两银子，怎么能开销得了啊？我见你这一向泱泱不乐，就知道，这点钱做不了什么，就算是师父的一点心意吧。师父，你放心，等我做了皇帝，您百年之后，我一定将您的牌位供在赵忠祠、贤良祠，让您千秋万代享受香火。太子，我不要这些，我只要你做一个好皇帝，九泉之下我也就瞑目了。二爷，您等等，您等等。二爷，我问你，我六叔他到底在不在？啊？他要是在，好歹让我见一面；他要不在，也别叫我傻等着。龙二爷，奴才实话对您说了吧，老爷现在正忙着呢。您啊，要是有耐心，就在这儿等着。您凭什么打人啊？啊？哼，我打的就是你这个瞎了眼的畜生！哎，一个奴才，你什么东西啊？也敢在我面前叫起人来了？我不对。二爷，你们家的老爷是谁呀？啊？那是我嫡亲的六叔，知道吗？我见的就是他。放纵奴才欺凌主子，摘是我们童家的规矩吗？你们给我六叔请过来，让他老人家当面评评理。是谁在这大吵大闹啊？哎，侄儿给六叔请安了。怎么了？在哪儿弄得不顺心，跑到我这儿发气来了？侄儿不敢。您老也知道，那自打侄儿前几年被朝廷撤了差事，一直赋闲在家。可是这一家老小，总得有个开销不是啊？这么着了，我在户部借了3000两银子，可是这两天朝廷上他追得紧，十天之内要是不还，就得抄家。好了好了。管家在，到账房去，给他拿500两银子。六叔，六叔，卫东厅，老奴在。念在你是老臣，大家都敬着你，可是你一欠就是35万，还攀比人家。现在你攀比的人都还了。你什么时候还呢？我告诉你们，圣旨上说的明明白白，10天之内都得还清欠款，别打量着法不至重。到时候还不清欠款的，一律抄家抵债。请问四爷，要是阿哥们也欠了钱呢？你说的是3阿哥还是10阿哥？是谁在背后攀我呀？三哥，哎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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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前不久四爷到我府上去了，不为别的，是叫我归还国库的欠款。我心里也一样不高兴，嗨，人嘛就这德行，跪着借，站着却不愿意还。我今儿个自个儿来了，给四爷
还钱来了。三哥，老四，你看清了，正宗大顺庄的汇票，凭票集兑白银30万，如假包换。三哥，您瞧瞧，这是我新进的一朵红子。哎呦，这鸟是太难养了啊，吃活食，而且啊，到脱毛的时候就更难了。一到仲夏，嘿，这玩意儿啊，活虫都不行，得剪断活枝了，喂它那白浆子吃，那毛啊才长得水灵呢。九爷，这再有几天就抄家了，你看全家100多口人，叫他们怎么办呢？哎，老爷子，这一般的鸟笼子要用64根条，养红子呀必须得用72根，啊？那为什么呀？嘿嘿，我告诉您啊，哎，这东西啊性子活，见缝就钻。这京城里头啊逃了的红子多了去了。哎，与其让他们抄啊，还不如自己抄了自己的家呢。哎，我说魏老爷子。你怕个啥呀？他要抄家，让他抄。没了家，我们都到啊皇上的金銮殿上打地铺睡觉去。哎，老师，不准乱说。啊，您老的都看见了，这十爷欠的钱我都没法帮衬呢。我不是不愿意帮你，你就帮帮老臣吧。要不这样吧，我再给您出个主意。您去找一个人。谁？印祥啊，13爷。禀贝子爷，魏东亭大人求见。在哪儿？在大门外。好，我去接他。哎，魏大人，您身体还好吗？还好，还好。来来来，请请请，请。啊，来啊，叫厨房准备。今儿我陪魏大人吃饭，这魏大人，请请请，啊，请，来来坐，坐，你请。好，魏大人，
您今儿找我来，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吧？十三爷，只有您像当年在宫里那样，一点都没变呢。我说魏大人，您说他能变到哪儿去呢？是不是？当年那光景好啊，老农们跟着皇上，收拾了吴三桂、耿精忠和单可喜那几个叛贼，又平定了边境的几个反王，天下太平，人心向上呢。记得老奴那个时候在乾清宫，做一等侍卫的时候，有一天还背着你玩骑马呢，你一泡尿撒到老奴的脖子上了。这事儿我记得，那个时候您老还教我们几个阿哥练剑，背地里啊还总是偷着多教我一招两招的，对吧？可现在我自己都舞不动剑喽。您老啊是朝廷立的功的老臣了，这么大年纪了，在家享享清福算了。不瞒你十三爷，老奴的清福已经想到头了。魏大人，您是不是遇到什么难处了？就是欠国库的钱太多了，朝廷逼得又紧，四爷说过了，十天不还清就要抄家了。这事儿啊我也听说了，可四爷他也是奉旨行事，没有办法呀。您老欠了多少啊？35万。怎么欠了这么多呀？我记得您在漕运总督任上的时候好像也积了不少钱，您怎么反倒落下这么多亏空啊？十三爷，我有一句话只能跟你说，我的这些亏空多数都是因为皇上落下的。是为皇阿玛这事儿也只有皇上自己心里清楚。皇上五次南巡，有两次就住在老奴的家里，我就是倾家荡产也绝不能让他老人家有一丁点的委屈。可这两次下来，我的一点积蓄就花光了，我就只有到户部去借。几年下来就落下了这么大的亏空了。魏大人，您老别急，我现在就找我四哥说去，他不给您面子他也得看皇阿玛的面子，能免我就给您老免了。真能这样，老奴这条命就是十三爷给的了。姐姐，翠儿，十三爷来了，你不是老说没见着他吗？哎呀，是吗？那我可得跟福晋说一声啊。得了，去吧，回头我跟福晋说一声就行了。翠儿姐姐，你真好，我去去就来。走，走吧。耿哥，坎儿呢？在那边呢。十三爷，十三爷，十三爷，相公好！啊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！哎呦，这有日子不见也长胖了，这个儿也长高了嘛！啊，你们几个怎么不到我那玩去了？啊，四爷家规矩大，他们就要去，我们能去吗？啊，没关系，待会儿我去跟四爷说说，过两天啊，到我府上去多玩两天。什么呢？这没规没矩的，啊？怎么了？
是我跟他们逗着玩的，不关他们的事儿。是。哎，四爷呢？是四爷叫奴才给十三爷传话，叫十三爷安分在家待着，不要管户部追款的事儿。他真是这么说的吗？是。四爷说他线下正忙，他说没空见十三爷，叫十三爷这就回去。好，我这就走。十三爷，十三爷，十三爷，哎，走啊，二头。魏大人，这一箱东西大概值个两三万两，您先拿回去。我的府上大概还能凑个两三万两，过两天我让人给您送去。十三爷，有您这份心老奴就感恩不尽了，你就别再为老奴操心了。我有一条法子，只是没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会去用它的。什么法子？管用吗？管用，管用。您放心，这法子我使出来，连皇上都会帮我的。好，这就好。得了，耽误你一天了，我也该回去了。奴才魏东亭诚惶诚恐，急收顿首，拜奏我至圣皇上驾前。奴才有从圣主，长天朝之，仰慕天恩，经五十年，而奉之未能见尺寸之功，逆之反移君父，素昔之忧，是以东岳之高，不及我皇上待臣之恩高，东海之深。皇上，老奴去了。魏东亭欠国库多少银子？听说是三十五万两。朕两次南巡，住在他家，用的银子何止百万？他的死，朕亦有过。魏东亭受恩深重，借皇上南巡之幸，略尽孝心也是天理人情之所致，总怪他不善持家，才落下这般亏空。皇上，您千万不可以此而自责。虽然如此，朕毕竟不忍。李德全，奴才在。从大内拿四十万两银子，三十五万待他归还国库，剩下的给他家里贴补。这
这些年呐，辛劳社稷一辈子，就为了几十万银子，一根白绫就这么去了。老三，下一个只怕就轮到你了。我们约好了，一块儿上吊。老兄弟。 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？当年咱们哥们儿在战场上九死一生都过来了，如今你一条白绫就去了，你怎么不早一点找皇上？你的银子现在皇上替你还上了。我父亲是让田文进逼死的，各位大人一定要替我做主啊！你放心，爷们儿。 绝饶不了那小子，我们也都捡了钱，叫他来，别逼我们看。别了这条老命，老子也不还钱了。田文进，田大人，年羹尧，年大人到。<笑><笑> 魏大人的欠款，皇上代还了。四王爷叫我们将他老的欠据送来。爹，磕头带走，磕头带走！快，磕头带走！难道叫我违背旨意，不叫他交还库银才对吗？这。 你通过大人说，叫他十天把钱还清，否则就抄家。你说过没有？不错，这话我说过。可十天限期是四王爷定的。那天诸位不都在场吗？当着四王爷，你们怎么不说呢？四王爷还不是听你的挑唆，不然怎么会对我们这般苛刻？无非是要我们这些老的都死了，你们才好出头，是不是？ 这是我的一点俸禄银子，拿去给魏大人办后事吧，尽量给他老人家办得风光一点。人都死了，还风光什么？混账话！生尽孝，死尽哀，人死了就不要尽礼了吗？你当你老爷子的死跟你无关吗？嗯，告诉你。 要不是你们这些不孝之子肆意挥霍花天酒地，你老爷子挥钱那么多债吗？一个三十不到的人，娶了四房妻妾，还要在外面喝花酒养妓女，你当我不知道？鸳鸯楼那个叫桂花的妓女花了你多少银子？上个月为了给你弟四房小妾打戒指，你又偷着花了5000两银子。 如果说有谁逼死了魏大人，这个人不是别人，就是你这个不孝之子，还有你那和服穿金戴银的小姐太太们。哼，还有你们，竟敢明目张胆对抗圣旨，借魏大人之死为自己欠款不还开脱。不错，你们为朝廷出过力。 立过功，可是朝廷也没有负过你们。一个个顶戴花翎，啊，再不济也是个总兵吧。你们当中谁敢站出来说一句，自己没有吃过空额、扣过兵饷？就拿这王大人来说吧，这些年，京城里有府地，老家里有庄园，啊。 一次你就买了2000亩土地啊！
你为什么还要挪借国库的银子？啊？还浑说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命，暂时不会要你们的，但是钱，一文也不能少。过几日就是第十天的限期，我在户部等着你们。如果不把库款还清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抽奖。老哥，你等等，兄弟们随你去算了。国库贷款的期限只剩下最后的三天，可是十成中只有三成的人还了贷款，剩下的七成，胤禛只得带着人挨户追讨。上面都打着官府的戳呢，哎，皇上让官人们追缴欠款，这不都吃不住劲了，倒腾着要到前门大街去卖货呢。哎，我跟您说啊，跟着瞎咧咧，当心说走了嘴啊，好不好？哎，我给你擦擦，哎嘿。时候不早了，咱们走啊，上大石浪啊！哎，走，哎哎哎上车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啊！走走走，走了！快快快快快，快上大石浪啊！
四爷，四爷，不好了！师爷和许多官员抬着家当到前门大街叫卖去了。前门大街？啊。哎，四爷，四爷，出大事了！四爷，一大群老臣跑到畅春园找皇上哭闹去了。啊，田文京在，你去前门大街劝说师爷和那些官员们回去。这年羹尧在，你跟我去畅春园，一定要想法拦住他们。这叫顺治十年，世祖爷说：“滴滴答答，就是时时刻刻。”是啊，人生有多少时刻呢？哎，那什么？啊，那是葡萄牙国使臣给皇上献上的乐器，是什么？管什么的？朕记得，在收服噶尔丹、抢占的那个叫阿拉坦孙子，卫东亭，当时皇上，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您可不能再想了，回头伤了身子。拿去吧，改明儿别忘了叫那个法国教士白净的。来给朕奏一曲，把眼镜拿来，朕要批折子了。折。皇上，您还是先用膳吧。是谁在闹？奴才这就派人去看看。不用了，朕去看看。各位大人，快请起！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弄这么多人在这哭喊，你的差事真是越当越回去了。回礼公公，这些大人们要闯进去见皇上，奴才不让。皇上！皇上驾到！有什么话？到园子里说去，在这里哭闹，像什么话？来来，快快快！都去吧，都去吧。这，李德全，奴才在。你领宫里的人都歇着去。皇上，这不能没人伺候啊。叫你们去，你们就去。有什么事儿，他们就不能伺候朕了？奴才能。来来来，
好了，现在没外人了，咱们君臣几个坐下来聊聊。谢皇上。坐。我们这是卖家当，还你的债呀！还我的债啊！我田文静什么时候有钱放债了？你们这是摆明了和朝廷对着干吗？快把东西收拾了，抬回去。这么说，你答应不追我们的债了？欠国库的钱一文也不能少，这些东西一件也不许卖。来，分，快把这些摊子拆了。这。师爷，你看，师爷，你说这田文静，你娘的，你是不想活了？朕一生自信，自信人生一百年会当纵横九万里。除鳌拜，平三藩，平葛尔丹，收复台湾，和俄国老毛子干，大伙儿从来没怕过。朕也是，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怕。前不久，黄河发大水了，决了好多个口子。一夜之间，好几个省，上百万的人无家可归，流离失所。这一百万人、两百万人聚在一起，这支队伍有多大？你没有住的。他可以睡在棚子里，睡在路边上，没有吃的，他们就会铤而走险。古往今来，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起来造反呢？没有吃的，他才造反；没有生路，他才造反。石贝子说，石贝子在前门大街拦住田大人，要打他呢。浑人，哎，主子，您何等身份，怎能在大街上与他争吵？还是让奴才去吧。好吧，你赶快去吧。李卫，哎，走。您不要朝廷的体面，我不能不要。哟呵，凭你也跟老子说什么朝廷体面？羞辱老状元就不是朝廷体面，逼死了老功臣就不是朝廷体面。啊呸！朝廷的体面让你这尖刻的家伙扫尽了。哼！点一百兵马，赶快跟我到前门去。这驾。来人呐，在。用鞭子抽他。这。哎。不见。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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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这些围观人轰走。是。接着打，狠狠地打。哎，嘿，嘿。师爷，你还不放了田大人？你们真要给师爷惹些大祸吗？不准放手！我说年羹尧，闯下天大的祸事由我担着，不用你管。师爷，奴才真怕您遭皇上的责罚，受责罚我认了。打！这！哎！你当街责打朝廷命官，不要命了吗？哼，屁个朝廷命官，老子打死你！喂，师爷，你要是再打，就打我吧。你让开，要不我真打你了。啊，你找打！哎呀！哎呀！滚开！二十三，师爷，你闹腾的还不够啊？还不撒手？老十三，你撒手！你先放下鞭子，你再不撒手，我就要打你了！怎么回事？都撒手！十三弟，你就先回去吧，这里有我呢。好吧，两姑，嗯，把田大人抬到我府上去。这，走吧。二哥，我先走了。还不收摊啊？走吧。散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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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卖了。快走吧，走开，走走走走走，走了。嗨，妈的！都是奴才不好，给皇上做难了。皇上，你别说了，别说了，都是奴才们不争气，奴才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。这也不能全怪你们，连朕的儿子也不能体谅朕的苦衷啊。皇上，都是奴才不好。奴才这就回去把庄园卖了，抵还国库的银两。奴才也愿意把京里那座大宅子变卖还债呀、啊。奴才们就是一贫如洗了，这皇上安安乐乐的，无忧无虑，死也瞑目了。不，朕已经对不起一个卫东亭了。朕不能再眼睁睁的看着你们这些跟朕出生入死的人老无所依。朕大内还有两三百万两银子，本来是准备四阿哥江南筹款不到的时候拿出去赈济灾民的，现在朕拿出来替你们还债。皇上，皇上。啊，四爷。
是三爷。这是上好的伤药，蒙古大夫配制的，涂在伤口上，不用出3天，你肯定能好。别动，四爷来。啊，四哥来了，坐吧。你说你这是何苦呢？嗯，人家都不愿意干的差事，你偏要去做。现在可好了吧？嗯，欠款追不回来，还弄得死的死，伤的伤。在，去把田大人抬走。这，他这么重的伤，能让你这么抬来抬去吗？你以为我是没事找事啊？我是可怜田文静。难怪别人都说你是冷面冷心。十三爷，不是卑职说你，您真不该这么对待四爷。您知道四爷上次为什么不见您吗？他是不想让您也卷进来呀。好了，不要说了，我了解四爷，比你要深。这下好了，时间只有2天了，可欠款呢？啊，还差老大一截儿。这老四在江南弄了我们这么多银子，出尽了风头，这下啊，让他也尝尝出风头的味道。九弟啊，这话就到这儿止。四哥接这个差事也不容易，我们不帮他也绝不能拉他的腿儿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是为了朝廷。哎，我问你，老石到前门大街卖家当是不是你出的主意啊？哼，狗急了还跳墙呢，还用得着我出主意？哎呀，你们呐，你知道这样一来，老师会落得什么样的结果？哎，什么结果？大不了挨老爷子一顿训斥呗。一顿训斥？哎，他这次至少要在宗人府圈禁半年。不会吧？老师惨了，要不咱们给他20几万两银子，让他把账还了？我早说了帮他还账，你不听，现在给不是太晚了？我那时候不是就想让他攀一攀太子吗？谁知道太子真的把账给还上了。哎，八哥，你说你这子的钱他是从哪儿弄来的吗？谁知道。我问你，太子点名外放的那6名官员的比例，你都准备好了吗？您放心，早就准备好了。畅春园今天谁当值？是大哥。那你马上带那6名官员去畅春园，让大哥引荐给皇上。这。儿臣去把十阿哥叫来。来干什么？来欺我？